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啊叫工作狂，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著名演员杨凯春，有请他。今天就步入相声界。真的。Je suis artiste, je vis à Pékin. Je fais la fête. 这好，就此为止。听懂了似的。这说完了就接那句荷兰话，你看你求我了不是？哎，你求我了不是？我祝福一对小两口，是在婚后的日子里，哎，好好的过日子。对。得过且过，这什么词儿？这是别整用不着的。哎呀，差不多的中了。哎呦我的妈哟！感谢主持人精彩的发言，就甭感谢了啊，朋友们呐。嗯，老话说得好啊，怎么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啊，这线可够细的。哎呀，接下来有请一对新人的介绍人。谁呀？新郎的二大爷。今儿没别人了啊，依然是我。对，为他们致辞啊，说吧。当初我都看新娘这孩子不赖不赖，哎，特别好、这唐山话我都给他弄家来了，弄家来的，没想到啊，他们俩人还都成了，不成了吗？感谢证婚人，感谢主婚人，对，感谢介绍人，感谢你一个人。对，闷把了累死们。丁飞晨曦啊是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我知道两个人呢也是多年的好搭档，配合特别的默契啊！刚才这相声你也能看得出来。搞创作时，你们俩谁算工作狂？我就稍微的狂一点儿，工作就是在工作上面，这是我还有一强迫症，就必须得他在。他怕我丢了他了。我对他非常的了解了，但是我希望他在的时候呢，有些那个文本他想怎么说，基本上就能定稿了。这一般为了一个作品得倾注多大的精力啊？嘿。没谱，比方说这个创作孩子那节目的时候，就各式各样的家长，都会去了解一下，大概多大年龄的孩子会有什么问题呀、共通的现象、再把这些资料拿过来以后呢，进行咱们这个艺术的处理，在设计上呢，除了有主题以外，还能有包袱、有项链。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你儿子是套娃，你懂什么呀？你讨厌！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成才，这是你儿子绝对成才。那当然了，你儿子都能成精，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既是演员，也是编剧。就是因为专业的相声编剧太少了，几乎没。就是相声编剧写好点就都让你们电视剧拽走了，是吧？就都给你们写电视剧去了，只能逼着自己去创作。而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每个相声演员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说自己写还是有点好处的。其实原来的就说你们相声演员要观察生活，你们真去吗？真去。我自己原来住北京回龙观的时候，我自己一人坐那啤酒摊上，也不点两个羊肉串，那时候也没钱，就点一瓶啤酒。我就会看身边所有在地摊的人，就是我当时特别有感触，有一个送外卖的小哥，他说了句话，东北一小伙子挺年轻的，你就想他什么心情。他说干啥呀，一天到晚就欺负我呗，就天天给我派件吧，就是我跟你说爹妈都没打过我，跟你说这儿不好使，欺负我就不行，知道不？我告诉你，欺负我下回就对他不客气。你从这句话里体会出什么来？他其实是很害怕的，他一定是很担心，怕失去这份工作，不能直接跟那个人说，他开始跟他同事说，让他转达给他。你想想他给你表达的信息，你就去想。所以说你其实你不去想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去观察生活。是的，是，对，想创作一段好的相声啊，还真的是很不容易啊，需要这种相对来讲比较疯狂的工作精神啊。对，因为我也抱着学习的心态。真的、其实没关系啊，先学习厚积薄发，一会儿咱们再来展示啊。这个还让你再多听点相声好不好？接下来这段相声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个群会节目改版之后有史以来应该是最好的一段相声。因为这相声里有我啊。我们把时间交给裘云俊老师、周培岩老师、王晨阳老师。好，让他们二位去换个衣服，好吧？咱一会儿舞台上见。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们天津卫视的大型谈话节目《我是工作狂》。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节目的主持人裘英俊，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非常有意思啊，请到的这两位嘉宾啊，哎，他们很励志，是从一个外行啊，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成为了某个行业的这个专家型的人物。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有请他们。您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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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哎哎，二位坐的倒是挺放松的啊。非常感谢二位啊来到我们这节目做客啊。这个二位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王春阳。我是一个科学家。嗨，各位好，我叫周培岩，我是一个医学家。一位科学家，一位医学家啊。就二位怎么样通过努力就成为在某个领域的这学家了呢？先说我吧。我作为一个学者专家啊，我这个属于是自学成才。为什么要自学呢？就是这么一句老话吧，有什么别有钱，没什么别没病。不是，你说反了，这个话应该是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我没钱。我有病。看出来了，你打你一上来我觉得你就不太正常。从小就有病啊，体弱多病啊。我不没钱嘛，就得自个儿治。从小我就潜心研究医学呀。后来一到现在呢，我有了显著的成就。我们家里人都承认我是医学家。家里人封的。也不光是家里人啊，还有我自封。很励志啊。是。那这个你这个努力有没有什么成果呀？当然有了啊。我最近我潜心的我研究一项技术啊。什么技术？这个，马上就是专利了啊。这个生物切片你知道吧？生物切片听着挺高科技的，你给我们讲一讲啊。一套啊。还有组织粘合剂。生物切片组织粘合剂。对，这是具体干什么用的呢？比方说吧啊，这个胃穿孔用我这个不用缝合。从这儿豁开。这是拉锁吧？您这是拉开，你得找胃呀。对吧，胃穿孔嘛，你得找胃。把这拉开，拉开呢，上里边拨了。找着胃啊。然后你再找着这个窟窿眼儿。之后呢，你往这上面抹上我潜心研制的麻药。抹上麻药？对，这麻药一般不都是打麻药吗？我这个麻药比别人那个麻呀。这您这加麻加辣的？麻椒熬的，四川麻椒空运，比他们那麻，小面里挑出来的，熬成水，行，抹到这上面，行行，就算抹麻药了，对，然后再把我的这个组织切片拿过来啊，准备一个手术工具，什么手术工具？俗称叫锉呀，对吧？锉，我说的专业术语你们也听不懂啊，把这个生物切片，锉一锉。再把这个窟窿眼儿，也得搓搓。你还挺懂啊。我大概能领悟，能领悟。他也有一定的医学技术啊。咱甭说我，您接着怎么着？把这两边都搓完了以后，再把我的这个粘合剂拿过来，分别涂抹到这两边。然后呢，稍微的晾一晾，晾一会儿。再把它贴上。大功告成。我觉得这贴上还没完。怎么没完？这贴上您得拿钳子，是不是还得捏捏？你做过我的手术啊？捏完之后还得找个盆搁水里试试冒不冒泡吧？对对对，你看它漏不漏啊？这什么手术啊？您这是不带你就是一修自行车的你，你这个人也不会说话。我怎么不会说话？怎么就是修自行车？你这不带着不修自行车的吗？电动车也能修啊？不能够局限于自行车的时代吗？电瓶能帮我看看吗？没问题啊，这个咱都可以。你一般在哪儿出摊？行了行了行了，二位打住，行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啊？这还高科技？就你这说完，你气得我胃都疼，知道吗？那我给你补补。就行了行了行了，我受不了您这。行了，您休息一会儿好吧？我们听听那位好不好？让他说。您说一说吧。这个东西还得是我聊。他这个太儿戏。您说一说。就跟说笑话一样。你研究什么了？我现在研究的是啊，单体水稻增大技术，知道吗？单体水稻增大技术，不知道吧？这还真不知道。这东西深了。您给说一说。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啊。在这个增大之前，嗯，需要一个容器，容器啊，一般用这个铁的，椭圆形的，嗯，来一把水稻，嗯，就是米呀，米我懂，一小板就够了，嗯，放进去，嗯，还需要这个1.25克的溶液，哦，这么精确，就是一瓶盖，你看，对，反正就搁一点吧，然后把这溶液呢倒进去，嗯，晃一晃，晃一晃，盖给盖死，哦，拧紧盖死啊，嗯，要不跑气儿，嗯，要不就出不来了，嗯，盖死以后，放到这个火架子上面，嗯，拿火烤，这个仪器呢后边有个摇把啊。匀速的给它烤热摇匀，当然了，这个仪器啊，嗯，非常的精致，嗯，这个摇把呢上面呢它还有一个压力表，嗯嗯嗯，一般到3到5分钟吧，对，3到5分钟以后，嗯，这个表上面压力表上面这个指尖啊，嗯，到了这个峰值，嗯，你拿个铁棍，嗯，撬好了，嗯，拿，一般得拿脚，哎，对喽。成功了，单体水稻增大技术。您这叫单体水稻增大技术。啊，对，我给它起个名吧，啊，这叫崩爆米花的吧？没文化，我怎么没文化？这就崩爆米花的，听不懂。我们都是搞学术的，我听懂了，啊。这怎么是崩爆米花？这叫崩大米花的，大米花吗？你说的那个是单体玉米增大技术。嗯，那是。爆米花，你听听，这就是专家。你说你们这主持人啊，你这个节目做不了了，太业余，听不懂，什么都听不懂。玉米、大米，你听不懂。你那个摊在哪儿？我那就桥西那儿。我骑着那个电瓶来的。外行。你呢，正好帮我调一下。我一会儿呢，还得有点有个会啊。观众朋友们，我们这访谈失败了。编导，你找这什么嘉宾？这都是。下回给我们找点正常的行吗？你老找这嘉宾，以后我们这不是大型访谈节目，我们这是康复治疗节目。这个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嗯，又当主持人啊，又说相声，咱打两份工啊。是，但是不给开两份稿费啊。这个，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事儿特别不像话啊。刚才在台上说着说着，我才发现啊，这个周培岩、王春阳啊。用着我的人，他们俩还用着我的包袱，嗯，啊，有这么回事吧？有，这个包袱原来我以为是个老包袱，嗯，然后什么叫老包袱？你说谁呢？就是说一个很老的包袱，嗯，然后呢，跟邱老师一聊才知道是邱老师的包袱，嗯，编剧里边有署名，是吧？写的是您的名儿，哦，是啊，嗯，一会儿我就添上，嗯，一会儿，行吧？哎，我觉得这个刚刚我们这段相声是非常成功的啊，这个后边的演员可能压力就比较大了啊。这两位年轻演员，金飞给我们介绍介绍吧。这个高家豪、月明呢，新秀啊，嗯，家包袱两个年轻的相声演员，哦，非常的有压力，嗯，非常紧张，但是还是很认真的，因为他们为这个节目的主题，这是原创的一段相声，哦，嗯，第一次演，咱们大伙一块看看吧，叫《宠物狂》。哎，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二位怎么样给我们演绎这《宠物狂》，有请两位，狂一个吧。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哎，第一次来到咱们群英会的舞台啊，哎，心情特别的激动。嗯，咱们这次节目的主题是工作狂。没错，我个人认为工作狂分为两种。哪两种呢？一种是真正热爱自己的工作，嗯，钱不钱的不重要，哎，工作起来就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那另一种呢？为了挣钱呀。哦，你不努力工作，这些钱打哪儿来呀？还真是。哎，那你属于哪种呢？我当然属于是热爱工作了，喜欢站在舞台上给大伙送去欢乐。嗯，我就特别的有成就感。没错，钱不钱的不重要，不给钱也行。你不给试试啊？差我一点，我告他去。不，你说的钱不钱的不重要吗？那也得给呀。是不是我也有压力啊？我也得为了生活而奋斗啊！都是为了生活。哎，也不一定啊。我媳妇儿的工作就不怎么挣钱，但是她就是开心，每天都特别的忙。那你媳妇儿是做什么的？她是宠物医生。不是，宠物医生有那么忙吗？那天我上他们医院看了啊，打一进门就没闲着呀。干嘛了？先给2只泰迪做美容，嗯，又给3只金毛做驱虫。呵，这边正做着驱虫呢，打外边进来一群人呢。怎么了？大夫，
您快看看吧，啊，我们家猫啊给自己挠伤了。这怎么挠呢？大夫，您先看看我吧，我们家鹦鹉啊咬着舌头了。这鹦鹉得多贫呐。大夫，我们家兔子腿折了。大夫，我们家老头落枕了。这也治啊？啊，大夫，我走错了。嗨，跑这添乱呢，正给这些动物看病呢。啊，打外边有一个老太太着急忙慌就跑进来了。怎么了？哎呦，大夫，您快帮我找找我的宝贝儿子吧。这还是个唐山的老太太。哎呀，不是，这寻人的事也找你媳妇儿？这宝贝儿子是老太太养的仓鼠。呵，拿耗子当儿子。哎，阿姨，您这怎么回事啊？我呀平时就喜欢养个小宠物啊。昨儿个我们家还是三只猫五只仓鼠呢。嗯，今儿我再一看呀，猫没少，仓鼠就剩两只了。你说那三只它藏哪儿了呀？它可能藏那猫肚子里了。这哪是养的仓鼠啊，这不是给猫养的口粮吗？老太太都急成那样了，我媳妇能这么说吗？啊，赶紧安慰老太太呀。怎么安慰呢？哎呦，阿姨您别着急，这仓鼠啊可能跟您躲猫猫呢。嗯，那他是没躲过去呀。这仓鼠就喜欢躲在狭小阴暗的角落，您呀回家再好好找找去。啊，那再找找去吧。回家了啊，到了下午，这老太太又来了。这怎么又来了？大夫，您快看看我的宝贝儿子吧。怎么那两只也成猫的口粮了？不的，他们俩生病了。哟，生什么病了？这仓鼠啊就喜欢往这腮帮子里边藏点坚果。嗯，今儿啊他藏多了啊，现在我估计啊有点炸腮。还炸腮？这什么毛病啊？我媳妇儿把仓鼠接过来，哎，把它藏的那些坚果全都给它挤出来呀。啊，那是得挤出来啊。嗯，要不然容易噎着猫。都挤干净了，老太太这才放心。嗯，不光老太太，嗯，猫也放心。反正老太太这就是回家了啊。到了晚上又过来了。不是，这仓鼠又怎么了？我那仓鼠啊还真找着了。哦，找着了。找着尾巴了。找着尾巴那不还是吃了吗？你就说这一天忙不忙？太忙了。虽然忙啊啊，但是他乐此不疲啊，喜欢小动物都有点魔怔了。不是，怎么就魔怔了？在大街上看见的流浪狗啊都得抱回家去。这是有爱心，架不住他一直抱啊。啊，哎，现在天天跟狗待在一块儿，以前睡觉那是我抱着我媳妇儿啊，哎呦，现在是我抱着狗，狗抱着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再抱个狗，这不就是狗窝里睡了俩人吗？这都不是最关键的。那最关键的呢？我现在跟他交流都有障碍啊。哎，我看见人家小情侣之间谈恋爱我都羡慕。啊，是吗？多甜蜜 啊。哎，老公我回来了。啊，回来就回来吧。甜蜜你懂吗？啊，把甜蜜劲儿表现出来啊。啊，还得甜蜜，两个人特别甜蜜啊。 啊老公我回来了。啊，你回来了媳妇儿。嗯嗯，我觉得我生病了。啊，老公你怎么了？我难受。你哪儿难受啊？我想你想的浑身难受。讨厌。哎，媳妇儿，嗯，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那我能忘吗？嗯，今天是咱们两个谈恋爱两周年呀。亏你还记得。一会儿啊，咱们先去看电影。看电影好啊。嗯，那个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嗯，爱情片。哦，看爱情片。嗯，哎，老公，我知道最近新上映一部爱情片，特别的好。哦，什么电影？《泰坦尼克号》啊。媳妇儿，啊，你是多久没看电影了？就这电影的岁数比你都大呀。那人家就想看这个嘛。啊，行行，那咱就看这个电影。看这个。看完电影咱去吃大餐。我想吃海鲜自助。没问题呀。啊，谢谢老公。哎，媳妇儿啊，你明天有事吗？我没事啊。要没事的话，嗯，咱俩领结婚证去吧。嗯，讨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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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坏死了，臭不要脸。
多甜蜜。哎呀，有点齁的。再看看我媳妇儿啊，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张嘴不是宠物术语也离不开宠物，根本就没法交流。怎么就没法交流呢？这还真不太好形容啊。这样咱俩再来一回行吗？啊，可以呀。再来一回啊。哎，老公我回来了。哎，媳妇儿你回来了啊。我生病了。啊，老公你怎么了？我难受。哎呦，你不会得细小病毒了吧？我得什么细小病毒啊？嗯，我浑身难受。啊啊，那是没带你做驱虫。我驱什么虫啊？我到日子了。你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吗？那我能忘吗？今天是我领养你2周年的纪念日啊。领养？嗯，合着我还是个流浪狗。不是，那就是恋爱2周年。亏你还记得。老公我都计划好了啊，一会儿啊咱们先去遛个狗，完事之后呢再给他们洗个澡。不是，洗完澡、啊、媳妇咱还得带他们玩。媳妇好不容易纪念日、啊、咱能不能离狗远点啊？怎么了？我就想过一个二人世界啊。那咱们看电影去吧。看电影好。那老公你想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啊？爱情片。爱情片。爱情片的话那咱们就看爱宠大机密怎么样？怎么还有动物啊？那我看喜剧片。一条狗的使命。警匪片。疯狂动物城啊。谍战片。豚鼠特工队。媳妇儿、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吧。哦，太好了老公。那咱看完电影吃大餐去。吃海鲜自助。没问题呀、啊哎。咱们吃三文鱼。三文鱼好。哎，可以提亮你的毛色。我还是个狗。那三文鱼我不吃了。那你吃点大虾。大虾行。补钙。对你爪子特别好。哎，我哪来的爪子呀我。那大虾我也不吃了。那就来点飞鱼。哎，这个对皮肤好。你不会掉毛啊？我掉什么毛啊？我得保养。我不在外面吃了。怎么了你？我回家吃两口剩饭去。咱们家哪有剩饭呀？桌子上那不是有牛奶泡的燕麦吗？那是我泡的狗粮啊。我都吃了3顿了，我。哎呀，你都吃了3顿了啊！我说狗怎么瘦了呀？哎呦，太可怜了。狗瘦了呀！媳妇儿，你要这样，咱真没法过日子了。怎么没法过了？咱家地儿本来就小啊，你还养那么多条狗，关键它影响咱俩人的生活了。不是，你看这些流浪狗多可怜呀！我就想给他们一个家，我有什么错啊？你是没错。但是我有一个主意啊。什么主意？咱去郊区啊，租一个大平院、专门让你救助这些流浪狗，怎么样？老公你这主意太棒了。媳妇儿，我对你好不好？太好了。那咱俩明天领证去吧。不用了老公。怎么呢？狗证我都领完了。去你的吧。不错的年轻人，谢谢。请坐。一段跟小动物有关的啊。凯纯平时养小动物吗？2只猫，也是因为有一只是别人不要了的。就是前几年给我推荐一个，那时候刚出流行叫撸猫手套、然后我就买一个，可能是买到了劣质产品、然后人家都撸得很好，结果那个猫被我撸秃了一块。哎呀，你仔细看看吧，也许那手套写着微波炉专用啊。就掉了一小撮，然后就再也不敢给它用了。这还是很可爱小动物，我觉得特别治愈，压力都没有了。对对 对。此时此刻，凯纯，你现在是处于一个紧张状态，你不给我考试，我就不紧张。刚才我都出汗了。我现在还真不考你了，接下来要让观众朋友来考你了啊，看看你今天这个相声说的到底怎么样。你是跟谁合作今天？这位老师。哦，周培岩是吗？对。周培岩，你这是第一次跟美女合作吧？哎，不是不是。是是啊。好吧，接下来舞台交给凯纯，交给周培岩，有请两位。
小妍妍好。哎呦，大纯纯，你好客气。今天很开心啊，能来到天津，来到群英会的现场。我这个心里面是特别的激动，同时还挺紧张的。哎呦，您还紧张什么呀？拍那么多影视剧了，而且您的这个电视剧啊，我是打小就看，而且看着您的电视剧长起来的。您今年贵庚啊？哎，我呀还贵庚，88年生人。88，64岁。啊？88，64。您这里边还有乘法？对呀。这地方不用乘法，我就这么跟您说吧，33。33了。对呀。哎呀，可惜了的年龄啊。怎么可惜了的？快完了是吗？我的意思是啊，你这个年龄的男人不容易。怎么这么说呢？上有老下有小，你还得努力工作赚钱养家。对，这是这时候肩膀上的担子正重呢。咱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特别的适合你。什么主题啊？工作狂。可不都在工作当中。但是我跟你讲，小妍妍，这个狂跟狂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哦，这有什么区别呀？有这个因爱而狂。哦，还有这个因恨而狂。哦，有这个鸡毛蒜皮的狂，柴米油盐的狂。啊，有打戏狂，吃饭狂，穿衣狂，花钱狂，狂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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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您跑这儿过火车来了？有我这么可爱的火车吗？哎，我倒是头一回见。哎，您也别老框框呀。您这样，您一个一个的给我们大伙儿解释解释。咱先说这头一个，什么叫因爱而狂？那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啊，举什么例子？比如说，你刚认识一个姑娘。啊，小点声。怎么了？家教森严。我就举个例子而已嘛。哦，我当你知道了呢。真的呀？不是，就是你举吧。我要说什么来着？例子。对，比如说你认识了一个例子啊。我认识他干嘛呀？都是你给我搅和的嘛，我都给你弄懵了。啊，那您重新说吧。比方说你认识了一个姑娘。哦。这个姑娘啊，双十年华，貌美如花，要身条有身条，要模样有模样，吃的不多，赚的不少，对你还是百依百顺。你哭什么呀？来晚了。你来早了也没用，你这样。早点来呀，得。条件非常好。哦。丈母娘呢，要求就特别高。哦，那她都有什么要求啊？小姨爷啊。哎呦，这是我丈母娘来了。妈。闭嘴。哎，怎么了？八字还没临起笔呢，叫什么妈？这八字还没一撇。别废话，听我讲啊，我有个事情跟你说。嗯。我的车怎么了？就放卡了？礼金在哪儿啊？我就听懂你这最后一句了，上来要彩礼呢是吧？对呀。是这样啊，阿姨，你看我现在正在创业初期，正奋斗呢，现在就是没那么些钱，你等着以后就挣了以后，我再孝顺您，行不行？哦，那你房子有的吧？房产证上要写我们女儿的名字呀。啊，这个我可以啊。哦，那就可以的啊。等我买了房吧。哦，合着你还没有房呢。啊，现在是没有啊。那你再奋斗50年再来吧。怎么这就给我轰走了？可是你走了之后，这个姑娘就追了出来呀。啊，对你是不离不弃，而且发誓就要一直跟着你。哎，你舍得让这样的姑娘失望吗？那不舍得。是啊，你就努力工作，加班加点，一来二去你就成了工作狂。这就是因爱而狂，对不对？哦，这么个因爱而狂。是啊。那我再问问您，那第二个因恨而狂。哎，这个简单。就反过来了。怎么反过来呢？这个姑娘没有跟你出来，你就因为这件事儿恨这个姑娘，还恨她的妈妈。哦。于是呢，你怕人瞧不起，你心里又特别要强要面子，你就开始努力工作，一来二去你就成了一个工作狂。这个就是因恨而狂。哦，这是因恨而狂。对呀。那这样咱不搞对象了，不就不会工作狂了吗？你想的太简单了。怎么呢？恋爱结婚是一个人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对对。你如果一直不谈恋爱不结婚的话，你父母永远当你是个小孩，怕你吃不好睡不好，照顾不好自己。不爱叨叨吗？比如说你正在谈一个50亿的生意。多少？50亿。50亿是什么样的生意？在撒哈拉大沙漠的正中间盖一个停车场。哦，停骆驼。正是忙着生意呢，突然电话铃响了。噔噔噔噔噔噔。哦，电话来了。哎，儿子。啊，妈妈。妈刚才看手机，专家说了，可不能老看手机，看多了眼睛就瞎了。你看妈，从来不看手机。哦，对，您少看点吧。噔噔噔噔噔。哦，这又来了。
儿子，哎，妈妈，妈刚才看手机，这专家说了，可不能老看手机，老看手机掉头发，中间变成大秃瓢，像溜冰场一样锃亮。好，我知道了。你看妈从来都不看手机。哎，您没少看呐。噔噔噔噔噔。啊，又来了。儿子。哎，妈妈。哦，妈刚才看手机，专家说了，啊，少看手机。总看手机容易把腿看折了。哎呦，您少听这专家的吧，怎么看手机还能把腿看折了呀？一边看手机一边逛马路，来了个大卡车，把腿咔撞折了。哎呦，那司机倒看着点路啊。司机也在看手机。好嘛，这俩人都看手机呢，这还好得了吗？为了躲避你的父母的唠叨，嗯，你呢以工作为理由，哦，加班加点，找借口不接电话，嗯，你就因此变成了工作狂，这就是鸡毛蒜皮的狂。那要是这样，嗯，还不如结婚呢，结了婚就好了。结了婚父母是放心了，结果你要面对的就是另外一半了。哦，他也叨叨我。他不叨叨你。那他？他是希望你关注他。如果你不第一时间回复他，他就非常生气，分分钟哭给你看。哦，说哭就哭。哎呦，你看，说来就来了啊！哟，还摔东西。呵，你不爱我了？没有啊。那你证明给我看。这怎么证明啊？你用你的舌头舔下你的胳膊肘。啊？这就能证明？臣妾做不到啊。那你还是不爱我？不是，你不能用这样的方法呀，你换一个方法证明。那来个简单点的。什么？你从沙发起跳啊，旋转36000圈。我是演了一个电风扇。那再换一个简单点的。对，还有吗？你引体向上5万个。怎么着？引体向上5万个。你这不对呀，刚才彩排的时候还说500个呢，现在涨5万了，那更不行了。像这样的媳妇儿，您说碰见了能怎么办？你以这个为理由啊，你去加班努力赚钱养家，嗯，养老婆养孩子，从此你就又变成了工作狂。又工作狂。哎，这个就是柴米油盐的狂。哦，这我就都理解了，嗯，如果要是我们把这些都抛出去，是不是就成不了工作狂了？哦，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嗯，你丈母娘不要彩礼，嗯，他也不要房，你爸妈也不唠叨你，还不给我打电话，你老婆特别善解人意，都听我的。那你不是工作狂。那我是妄想狂。哎，我呀。好，感谢两位，我们一起到台中。好，谢谢啊，掌声送给凯淳和裴岩啊。这凯淳，我刚刚坐在那儿，我都能感觉到你这个紧张的状态啊。对，因为我真的是第一次说相声，然后我觉得就是很谢谢大家。首次合作，互相评价一下吧。裴岩特别好，他从排练，我们第一次见面，他都一直鼓励我，然后他是一个特别棒的搭档。是，杨老师特别特别认真准备这个节目，平常对词儿不都是坐那儿对啊？但是人家不行，人家必须要站着，职工指令的，他是很认真的。哦，虽然说跨界很难啊，但是这种认真执着也是一种工作狂的精神啊。他掌声再次送给二位。也希望你以后能够因为今天这场录制爱上我们的相声，希望你常来天津，多听相声，多关注我们的天津相声。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大家。融美好，共未来，天津卫视。